今天是9月15号，相信兄弟们和我一样都在等待美版有锁 iPhone 15机型到货出价，都认为15发布14一定会降价。然后兄弟们可以看一下昨天市场有锁卡贴机的报价表，对比前两天的价格，每台上涨了100到200不等，听说后面还有可能继续涨价。那兄弟们，你们说就这种拆机打孔装卡槽的机器，是谁给他们的勇气？所以兄弟们一定不能惯着他们。